文化部去年完成公司法的修法，今年要补助公司6亿开艺小台制作艺小的内容。公司也规划讲，今年的8月要推出小公司。今仔早起在立法院哦，调查的委员是认为，应该将对艺小这部的表现来定出评估的标准。点开公司的艺小频道，会使找相关的动画甲这部内容。在公司法修法通过了后，文化部投入6亿的经费，要推动优秀的艺小内容制作。按算今年8月份，公司艺小频道小公司就要推出，立委也关注未来的发展目标。巧虎、玻璃，我们的明星在哪里？腰果小学影集第一季第十集，1162次的观赏。儿少节目的 IP 的不足跟它的收视的情况没有不够理想，所以在接下来不管是跟教育部跟卫福部的合作，儿童戏剧跟动画节目上面应该还是可以期待。文化部指出，未来的艺小节目时数会达到639点钟，等于是比今嘛加两倍。不过立委也陆续点出，重点是培养 IP 摇滚小学的点击率。组织这部的比例，要搁有相关的影视人才培育，再拢爱搁加强。他的 TA 是2岁，学龄前还有到国中，还有到这个18岁以下，你们有不同的平台。对，你觉得像青少年跟国中生都会去看你们这些电视吗？亲子的棚内的座谈，或者是实境，或者是解谜游戏，自制的儿少的节目，居然只有8%。现在整体儿少影视音环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可不可以，因为再来很多人都会提到所谓的儿少节目的制作的人才是不足的，在整体的这个影视音制作的环境，它还是要有市场驱动。未来小公司会结合文化部、文策院等等的单位，对内容的开发、产制甲行销等等的层面开始提升艺小影视内容的产能。立委也建议文化部在1个月内邀请教育部甲卫福部等等的单位讨论，让受众更加明显，也定相关的 KPI 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